的呢，就是咱的台南，咱的庆顺景，咱的半岛国的部分，来赞助咱板桥，咱的张伯德，会甲老金的店内供菜哦，谢谢。我们庆顺境，我们麻豆鼓表演的部分，谢谢我们辛苦的工作人员，感谢辛苦的工作人员，这是我们台南庆顺境麻豆鼓表演的部分。新北玉成轩来安排着哦，那辛苦，哎，老金吼，大家拢辛苦，咱老金的点的呢，而且呢，嘛就好今日吼，莅临到现场，赞助咱公仔所非常非常的从容，公母嘛非常非常的顺心，那在做收奖的部分。酱后现在正在后方吼，加跑加跑，现在他正在后方，正在后面哦，正在后面缓缓的前进哦。八家将呢，我们越来越靠近，然后越来越靠近。那再来让看麦这个哈，特别伊是安怎来进行的哈？即马所有工具哈，所有其实拢已经穿透色了，所以来稍等哈，再来期待哈，咱八家将的部分哈，八家将的部分哈，是如何进行这个特别的仪式？
甲咱大神的吼，就是咱的兄弟馆，咱的新办我们的玉成轩吼，八家将的部分，八家将的部分吼，是我们的兄弟馆，新北玉成轩八家将的部分吼。金牌的我们的八家将。好，有好朋友要做伙食泡的，欢迎吼，哈，来。来吼，要食泡的好朋友，欢迎来做伙吼。来，现在来到端前的吼，是咱的兄弟馆吼，兄弟馆我们的新北玉成轩所安排咱的八家将的部分，来，要做伙来食。是兄弟，赶快做伙食泡。那第一家呢，祝福各位让一当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下个平安大赚钱。是兄弟就要一起吃泡。成仙，咱的兄弟馆新北玉成仙，所安排咱的八家将表演的部分。上好有空间来表演哦，所有的好朋友，两侧的好朋友，后退一步，后退一步哈、哦，让我们的八家将哈、哦、有空间可以表演哦。现在我们表演的哈、哦、是我们的兄弟馆，我们的新北玉成轩哦，所安排的那的八家将的部分哈、哦，所以啊，今晚哈、哦，咱看来的鼓声。咱班长呢，张博德，那祝福在座的各位，在场的各位，多谢你来参与呢。咱即届会搞到庆典的部分，多谢你今日的莅临，我祝福你呢，会到身体健康，大家平安，事事顺心，事事顺利，心想事成。
安现在所进行的仪式哈，就是我们的金包柱的部分哈。那现在为我们表演的呢，是咱的兄弟馆，咱的新北和我们的。前方的路一起走，哪怕是和你一起过。来，掌声鼓励。人生难得起起落落，还是要坚强生活。哭过笑过，至少你还有我。朋友的情谊呀，比天还高。朋友的情谊呀，我们今生最大的难得，向你杯酒，唱一首老歌。站在左右两侧的好朋友哦，来后退一点，后退一点哦，那我们的八家将有空间表演哦。站在左右两侧，我们看热闹的好朋友哈，来倒退一步，倒退一步哈，好咱的八家将哦，有空间同个表演哦。表演的呢，是咱的兄弟馆，兄弟馆哈，是我们的新北玉成轩，站牌咱的八家将，八家将，是咱的兄弟馆，我们的新北玉成轩，站牌咱的八家将。朋友的情谊呀，比天还高，比你还辽阔，那些岁。来，左右两边的好朋友哈，来后退一步。一步哈，左右两边看热闹的好朋友哈，让出空间，让出空间哦，让我们八家将可以表演，让我们八家将可以表演哦。